那肯定继续困了，你我来我我无开，你知道。整晚大风雪，风大到帐篷都压下来，压到身体耶。现在时间是早上6点，两位日本教练还冒着大风雪过来。今天可能没办法上唐宋乐了。是我们第三班的教练，这是伊赖桑，我们第四班的教练。现在不想要干什么，我好想上厕所。